热情的鼓声，予你今日今朝拜大厅。
伊用去少林足魔第二招哟，将本军师是吃死毒吃毒啊！伊真是好大胆，踮在奥古所在，我尊重你，今日说你有巧，踮在沙场阵地，你就是一定听我的，你真可恶！自从我怀肚子骂你东风，我叫你不用担任兵处，你还你不给你升官是上，怎样对后爹交代你？该死！哎呦！请问，上皇帝发生何事啊？皇兄，皇兄，落去吃西药，你皇兄不应该听我说了。原来，季皇帝背弃上皇兄。皇帝处处要来出兵，救兵如救火，未成之事就来算先锋。算将是歹格调，兄弟之情何必如此呢？对啊，我今仔日安尼起做，嘛是希望国能早日去太平洋。好，相信伊是个非是个带念兄弟的感情，有你才有意啊。哈！既然大王遐尼让你开嘴了，不然当我就空性子。好，带点你出番，但是参照你这个莽夫的个性，确实你无资格留店在经营啊！听令，自从你先锋霸气，退回后腰，我先锋霸气。哎呦，气死我！给你董娘皇帝，我知影是今仔回你皇爷阵钱无面子，但是皇爷个性你也真清楚。我今日施主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伊的性命，希望你会当谅解。我了解，你做代志比较较冷静。季皇帝是一名莽夫，你着莫甲伊斤斤计较啊。严君，代志总是要有一个安排。我今日想帮君主说。此时孙兵失将，若无这天秋落雨，马某会让伊兵前的日子，我安尼先。后明仔日的好消息，你先出兵离去吧。是哩。来咯，准备出兵。快快速将你给倒过来！哎，我倒干无可能。既然兴兵来到位，哪有可能简单退兵的理由？难道是你？我向你苛刻，敬你是英雄好汉，刀身剑在就是我的手下，无定定本将主考虑何好重用你？我呸！踮伫我面前不成，也敢如此开大言？阿那安尼心事啊，唔通怪对金秋无用情，扫来呀扫！
海路海路，强子已经无适应前路。优先赶紧走喽！
清晰。阿祖，邱小贤，你不是讲你真戆，你不是讲你真假，连一个红烧你都无知道不好。什么时阵我是一气用事？亚秀哪这里在亚秀？你拢无顾着红烧的阿瑞，我凭你是要当亚秀来吃死红烧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兄弟不必算话，事到如今钱无无，后无路，是要你好嘞。阿姐，阿弟你一日来到此啊，你是啊，叫我吃穿，人一日无过天啊大乱。我想，这么危急，要保你的性命，就是从你头天我救了红烧出去。对，红烧啊，你唱这首歌引起人的注目，你赶紧吐起来，我给你保护啊。西洋头来西雄雄，就是了解咱真正的身份。强家性命万宝，独立大宋江山出兵，突然统领军救了。三宝，金书记一点在出地，何人必来？我来。王兄，王兄做代志怎样？交代好啊。是你做代志好吗？无本事就卖高手。三宝，我讲。三宝，我讲。好。利用地。我知影你真认真要做一个小天王，啊，不过豆豆我来就好，来啦，咱免管，咱免管，你个性伤过朴素，也是。叫三宝为君，好皇帝，三千岁君有神，先好受尊啦。好啦，我听皇爷你的啦。走回祖地，离开祖国，走，走啊！你用这小林珠宝，有才调你就赶紧来跟我当枪匹马对斗。好咯，你当这本公主这么戆是无？我问你，在场有什么人有资格通讲话？是我，我贵为参谋，我来盘问公主你到底什么款的条件，有法度免兵到死去呢？已经是啦。若是要爱我讲过真简单，我问你，既然你是参谋，你有这个资格通做主咯？军事一切由我掌管。好，那你我问你，伊是啥物人？三千岁军有神。三千岁军有神嘛？好，坦白讲，本宫佮意，我要爱将伊做驸马，希望伊会当娶我贵国成亲。麻烦个，我拢答应你。答应，我答应。哦，你答应。答应你。稍等一下。答应你要娶是无？皇帝啊，现出是危机的时阵，人讲要叫你个招起做驸马，这这么好的条件，哪会答应嘞？敢讲你要看皇兄，目睭金金实在野秀呐？这不是我想要一块的。皇帝，还是皇兄，你推说做事，敢讲你有什么款的大事呀？对啊，你不是讲你一向真为国尽忠，为啥你即马在咧做动嘞？可是我难言之隐，皇兄，不管你说，踮在后古所在，我当武备也是故乡，我乡人一定一定亲情哦。什么？我今日使我培养感情的。安尼真简单，你若惊为难，我若当当惊啥地，我就把迄个查某囡仔害死。好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你是做人拄好就好，你若当伊个培养，你也气我吗？那不算潜水，你好听诶。一切在为大局设想啊！不可妄动，事到如今，若无强主指点袂定，咱俩已离开这个野兽呐。金书看办，小不忍乱代表，暂时先委曲求全，回转调歌再做定端。我知。好咯，强主，恁在咧争吵什么？只不过是爱你军友是娶我，够有这么困难是无？我了解，当今皇上现在正在大军之中，如果你是不肯答应，真简单，我再次调动兵马，到时阵定大宋朝军军给你。什么？你等下已经答应回转京城，娶你为妻啊？正是嘞，好。有你的保证，我当然相信。那恁你也先让我平安回转呐、啊，这是应该。后壁做平安回。
会到。你详细甲伊观看，旁边遮有一条小路往东方里行，到时阵你会看到一个弯弓门，有一个小弯桥，过去了后就是张家店，当地人都安全到位咯。我咧看了解，快继续说。回转乃是两方国，兴旺必明，行事甘妙，等因乱驾赢出来呀！将兵书收拾两更，随本将回转里去。Thank you.
介绍我的名，知道我什么名无？叫张伯。若讲到我张伯，我今日卖豆花。你看两块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。有需要报告，我等下去听。吼、哦，等下我再听吼。若讲到我张伯，我住伫咧张家镇。我住伫咧张家镇哦。八卦拢讲饲袂我，我张八嘞，我有一个做美满的家庭，我搁一个细囝，我搁娶一个某，家庭做美满嘞。我的生活足简单，我逐天靠卖豆花，伫咧做生意，规庄仔头，大家嘛知我的豆花上界笑，我的豆花第一名诶。人生啥物上快乐？有家庭，有某，有囝。无要求啥，我无要求讲我着爱赚遮济钱的荣华富贵，平凡快乐就好啊！今仔工作出来外口卖豆花，卖豆花哦！卖豆花哦！搁有人要卖豆花无？搁有人要卖无？想过你来到这，感觉嘴大好看。吃豆花爱钱无？啊，会会。无你恁一般人爱钱无？一罐矿泉水嘛爱钱，起码是世间钱咧做人咧。哦，哎，头家。我话甲老唱歌。头家，紧嘞，爱一杯豆花有啊？一杯豆花哦。哎，豆花。交控制，交控制。哦，你今仔大丰收呢？真的啊！哎，无啦，头家，这间好食，两块要买一斤。头家啊，是我要跟你买豆花嘞，还说太贵，拢做你家己吃。好呀，我送袂起的啦。我食看卖啊啦。你食看卖，真正好食啦，我头早无洗嘴。啊！我都有病毒在嘞，我的感冒。你毒红毒，吃吃我完，吃我完，吃我完，你都是真正好吃。我豆花是我在讲。好吃无？啊，多谢你哈。要来请我无？啊，没啦。我差不多十块。没。我吼。没啦，你无推销，你咧推销我对。无啦，我艰苦啦。无啦，有咧卖，你上你无看。安尼哦，无用啦，是遐袂歹食啦，真正好食啦，迄个挂口罩的，真正好食。安尼哦，叫咱去甲咱弄的，无啦，迄毋是啊，头家，即摆多食一碗就对啦，啊，一碗偌济？一千。头家你哪安尼？我煮，我当初听你讲卖一碗一百尔，是不是拄着我一碗一千？我煮我二十岁，嘿，会晓卖豆花，卖到即摆已经要三十岁啊，嘿。哦，总共拢着一千，固定的工程计算，拢一千哦。一千不对，不过我无钱呢。啊！你妈的大水饺的呀！你袂有灵啊！啊！你好好吃豆花，你无要提钱给我，你做人啊，你穿个一千块，你讲你无钱哦？我知啦。你穿八百给我。我穿个。你比我更加有钱，你讲咩啊？你抓过的啦，太大个尔啦。OK， 跟你讲旁边啦，我唔是讲要跟你白吃。其实呢，这个后宫地，我是三千岁新婚。哈，三千岁。是啊。你当作我爬大个呢？啊，三千岁我唔知哦。三千岁拢躲伫咧行行的内底呢。嗯，跟你行行。行城内底。三千岁拢躲伫行城内底，后可能出来。你来好三岁，你来呐？哎呀，你讲嘛足好。我来呢。你叫什么名？张八。张八啦。安尼样，我叫你八哥，你敢敢应？我啥敢应？张伯，你嘛知影，即摆外面世情混乱，确实是有影。后久所在，我三千岁为了神，为着出名天啊岁啦。哦哦，
都无来到遮。你看讲啥？你听无啊？你有讲啊？我讲我一清二楚，你问伊拢知影。你敢爱用口罩就看？啊，无你叫迄、那个，你讲啊，挂啥？挂。台语我袂晓讲啦。马斯克挂口罩，一脱口罩。你明明怎么样？我三千多，我才讲明明。我不相信，你有是袂当证明，是袂当证明。对，啊，人的死好，伊现在身边的骨头。你看到这下面要创啥？啊，人伊是拢家己改变。无啦，伊是啥物家己个呀？伊是迄腰浆。伫腰浆搁一届，滚来。袂当。我三千岁数，你叫我去，去一届，我一届，我一听话。啊，我做泡沫成这啦。不用啊，这三兄弟啊，这样子。滚来！啊！真正是三千岁，哎呦，真正做歹势，当作你三千岁歹势啊！哎，慢慢，不过听见，已经起来，不去吃不醉。我唔知你三千岁，我拄才甲甲你讲话，甲你大细声，歹势呢。妈的，是讲啊，不过你做人嘛，真水好。你那个水果来到车，有缘才能见面。对啦对啦，真正缘，真正见面嘞。是啦。哎呀、啊，啊，不过今仔日啊，像我豆花。啊，不过，既然你是三千岁，我有听方便。人讲三千岁，做人真正做高义，佮做善良，做人做好。咱交只朋友嘞，在豆花我请你，也来多谢你。哦。哎，什么声？我来门口，你门口买呀。安怎？三千岁啊！容易呢？讲你要娶某啊吼？我要娶某。对。讲什么要梁鸿光？迄、那个二千岁代替三千岁，梁鸿光要娶亲啊！啊你要娶阿玲啊？代替要娶亲，我哪有要娶？哎呀，代志严重了！救命！你有重要代志要讲一声，我就摔倒，你去搞弄车的。很好奇呢，我嘛是卖豆花较要紧，来去卖豆花。这包啥？我的豆花大到这包，哈、哦，敢卖迄个三千水？三千。夭寿啊，走作远安尼，无叫第一个人伊离开啊，这包物件拢等伫我遮嘛做老破，也是讲安尼啊。我的人不贪不醋，我袂摕人的物件，我先甲收起来。伊若足重要的，人拍头就转来找我，得我甲收起来。败家，走！洪兄，地平心，洪兄，迎娶你哦！连皇宫公主已经迎娶贵公你来了。团聚进殿，娘子带团聚，公主进殿来。
况？有什么代志？代志唔好啊！因为我所在工作不顺，即卖已经回京到位啊！我今日为着要告你，赶紧的，我找你来阮总工会行来去。上进水，原来是你们做生意，你就开了进山，我跟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我家哦。是你的家哦。哦，唔对。哪里有这种当中？你来个欺骗我的感情哦！我哪欺骗你？做好姊妹，我得跟你讲清楚。我根本无想要娶你，我死定了。你唔通忘记，战场当中，恁是战败国，战败这是事实。那不是我过冬以来，你哪里来的行尸甲病人客？好，今仔日你给我听详细，想会到红烧，你讲话无算话，欺骗无讲的感情，我再次回春巅峰讲你去，要表父王之情。江西江国兵马，到时阵我绝对要请你来送江山。哎，江叔，江叔啊，你莫生气啊，已经平安，凤兄，我无来跟你斤斤计较，来哪来？那什么呢？你梦见三宝啊？哇，三宝哟，